怀疑今日算是牺牲打了。嗯，杨敬敏的三分，杨敬敏黑拳秀，这是现阶段可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啊。哇，杨敬敏，哇，上半场火力全开，工程师这边想要拿到两分是非常的回交发生了失误，跨步的收手上篮，左手的金北光快攻机会跨进来，杨敬敏，这是一个杨敬敏接球后直接出手，